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每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都会有一位来自不同行业的但是充满了人生故事的这样的嘉宾，和我们共同来分享一场有思想有温度的演讲。就有一类人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他们用文字和这个世界沟通交流，告诉别人他的故事，倾听别人的声音，为大家去构建一个你们心目当中可能欢喜可能忧伤的世界。他们是作家，在这个舞台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用生命去写作的李兰妮，有财经作家吴晓波，有来自台湾的作家林清玄。每个人都有他们的故事，而每一个人也一定都有他讲故事的方式和他分享故事的经历。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和我们分享他的人生故事呢？请看大屏幕。他是一个军人，在藏北无人区行军到海拔5000多米时，他撑不下去差点自杀。他是一个医生，20余载的医生生涯让他最近距离的面对死亡。经历过太多的生死悲喜剧后，他决定用医者的身份修复心灵。他最终脱下白大褂，成为了一位作家。他将对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转化为温婉人心的文字。他就是文学的白衣天使毕淑敏。这个与死神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女作家，希望用她的人生感悟和年轻人分享，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演奏好属于自己的生命华章，不让人生留下一丝遗憾。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毕淑敏女士，有请。谢老师，大家好，您好，欢迎您来到开讲，来，您请。平时在文字里看见您，阅读您的文字，去通过这样的方式跟您交谈，但是今天我们在座的各位，包括电视机前的各位，终于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和毕淑敏老师本人去聊一聊，在所有我们看到的文字背后。那个真实的毕淑敏老师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但是在此以前，大家关心的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年轻人，因为大家看了您的简历之后，发现您其实真正就正儿八经的作为一个作者开始写作，好像是在您将近40岁的时候。哦，对，我都没有当过文学青年，对，一开始就从文学中年开始。所以很多年轻人都在想，哇，40岁的时候开始去实现一个人生的重大的转变，去完成一个可能你之前一直是作为梦想的东西，会不会太晚？我觉得人有梦想，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掌声有请毕淑敏老师开讲。年轻的朋友们，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谈谈我的青年的时代，谈谈我这一个人生有没有遗憾，谢谢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关于遗憾，我查过字典，字典里有各式各样的解释，我最喜欢的一个解释就是，我们能够去满足的心愿，可是我们没有去完成，我们深感惋惜。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在我年轻的时候，真是有一件万分遗憾的事情。那件事情如果发生了，我今天
根本就不可能站在这里和大家做这样的一番分享。1969年的时候，我不到17岁，就穿上军装，从北京出发，到达新疆。我们坐上了大卡车，6天的奔波，翻越天山，到达了南疆的喀什。我的战友们都留在了新疆的喀什，我们5个女兵又继续坐上大卡车向藏北出发了。这一次，这个世界在我的面前已经不是平坦的了，它好像完全变成了一个竖起来的世界。每一天每一天的海拔从3000米到4000米，从4000米到5000米，直到最后翻越了6000米的界山大坂，它是新疆和西藏的分界的一个山脉，进入了西藏阿里。我恍惚觉得这已经不再是地球了，它荒凉的程度让我觉得这是不是火星或者是月亮的背面。我记得1971年的时候，我们要去野营拉练，时间正好是寒冬腊月，我们要背着行李包，要背着红十字箱，要背上手枪，要背上手榴弹，还有几千的干粮，一共是60斤重。高原之上，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当时的温度已经是-40度。有一天，我们早上3点钟就吹起了这个起床号，说我们今天要翻越无人区，无人区一共有120华里的路，中间不可以有任何的停留，要一鼓作气的走过去，因为那里条件特别恶劣，而且没有水。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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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下午2-3点的时候吧，我觉得那个十字背包带呀，就全部嵌入到我的锁骨里面去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觉得喉头不断的在发咸发苦，我想我要是吐一口肯定是血。我想这样的苦难何时才能结束呢？我想我年轻的生命，为什么我所有的神经末梢都用来忍受这种非人的痛苦？我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我今天，我此刻，我一定要自杀，我不活了，我面对的这种苦难无法忍受。我这样决定了以后，就开始打算什么时间坠崖而亡。那这样就不断的在找，不断的在找这个合适的时机。终于我找到了一个特别适合的地方，往上看就是峭壁高耸，往下看深不见底的悬崖。我想我只要松下手，我掉下去，我一定会死。但是在最后一刹那，我突然发现我后面的那个战友，他离得我太近了，我如果下去的话，我一定会把他也带到悬崖之下。我在想，我已经决定要死，可是我不应该拖累了别人。那队伍在行进中啊，这样的好时机也是稍纵即逝。之后地势又变得比较平坦，我再想找这么一个地方就不容易了。这样走着走着走着，天就黑了，我们就走到了目的地。120里路就这样走过去了，背负的那60斤的负重也1两都不少的被我到达了目的地。我站在那个雪原之上，把自己的全身都摸了一遍，每一个指关节，自己的膝盖，包括我的双脚，我确信在经历了这样的苦难之后，我的身体上连一根头发都没有少。那么那天给了我一个特别深刻的教育，就是当我们常常以为自己顶不住的时候，并不是最后的时刻，而是我们的精神崩溃了。那你只要坚持精神的重整，坚持精神的出发，其实当我们觉得那是万劫不复的情景，也依然可以去找到它的出口，也依然
可以坚持过来。我知道年轻的朋友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各式各样的苦难，有的时候有的家长跟我说，您能告诉我一个方法吗，让我的孩子少受苦难。我说我能告诉你的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情是，你的孩子他必然遭受苦难。而且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神经是那么的敏感，我们的记忆是那么清晰，我们的感情是那么充沛，我们每一道伤都会流出热血。所以尽管有很多人告诉你们年轻是一个人最美好的时代，我也想告诉你，年轻是我们痛苦的时候，我们会留下很多很多的遗憾。那么最大的遗憾就是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想这是对生命的大不敬。而且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那一天我没有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坚持下来了，我才发现原来那最不可战胜的并不是我们的遭遇，而是我们内心是否坚强。日本有一位医生，在他的工作当中就是专门去照顾那些临终的病人。他和大约1000名临终的病人谈过以后，他总结出了25条人生的遗憾，其中包括没有吃到美食，没有回过自己的故乡，自己的孩子没有结婚，还有等等等等。我和这位医生也深有同感，因为我曾经去过临终关怀医院，也陪伴着那些临终的人走向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也跟他们有过很多倾心的交谈。我曾经到一间临终的病房，那是一位80岁的老人吧，连他的儿女们都不再陪伴在他的身边了，他的儿女们都在外面说他们不忍心看到那最后一刻。我说那我愿意进去陪伴他。我走进那个房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觉得在这个空气里有很多很多临终病人他最后吐出的气息。然后我躺在那位老人的身边，摸着他的手，然后那个老人轻轻地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怎么好像没活过呀。我今天把这个故事和年轻的朋友们来分享，我就是想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条单程的火车票，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拿到往返的那张票。所以生命从我们出生那天开始，它就像箭一样的射向远方，我们能够在自己手里把持住的就是我们此时此刻这无比宝贵的生命。我特别想说，我希望我们的理想服从于我们的价值观，在我们的心里能够燃烧起熊熊火焰的，并且给我们的一生以指引和动力的，是我们对于自己认为最美好的那些价值的追求。那举个我个人的小例子，2008年的时候，我终于用我的稿费买了一张船票，开始去环球旅行。走啊走啊，走了没多远，才走到南中国海，就知道我们的汶川地震。哎呀，船上有1000多个外国客人，
只有我们六个中国人。可是我说，我们一定要为中国发起一场募捐。后来我们的团队里有人就说，那些外国人要是不给咱们捐钱，我们多么丢脸呢。我说，可是我们中国人要不为自个儿的祖国做点什么，那才是丢脸呢。我们说我们一定捐美元和欧元，这样的话会让我们那个数字变大。如果我们都捐人民币，人家会觉得是我们自己捐的嘛，我们捐美元和欧元。但是当所有的钱都揽到一起的时候，船长对我说，里面有2000元人民币。我们只有六个人呢，这很容易查呀。吃饭的时候我们就互相问，说的谁捐的这个人民币，我们不是说了要捐美元和欧元吗？最后我们六个人说，我们都没有捐人民币。后来我就跟船长说，这船上除我们以外还有中国人吗？他们说，在深不见底的底舱，永远不能到甲板上来的那些工人里，有你们中国人。我就回到北京，把这个全捐了。捐了以后呢，这个北川中学知道我回国了，就打来电话说，希望让我到北川中学去当一次语文老师，因为我有一篇小散文叫做《提醒幸福》，是收在全国统编教材的初中2年级的课本里。我不怕地震，可是我有点怕我写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它叫《提醒幸福》。那样的大震之后，他们的老师有伤亡，他们的同学有很多很多再也不能回到教室里，我要去跟他们讲提醒幸福。我觉得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幸福在哪里？但是那一次北川中学之行给了我以巨大的教育，因为北川中学初中2年级所有的同学们汇聚在一起，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说，你们说自己是最幸福的人，你能告诉我你们幸福在哪里？后来他们告诉我说，那么多人死了，我们还活着，这就是幸福。我们在马路上看到那么多的汽车，后面所有的那些车牌号，比如说会写上这个北京的京啊，比如说广州的这个粤呀、啊，还有他说我们可以看到全中国所有省份的汽车，我们就觉得全国人民在帮助我们。大震才过去了10几天，我们今天就可以恢复读书了，难道我们还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吗？我听了以后真的热泪盈眶，我才知道其实在生死面前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我们重新享有我们生命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价值观中那些最重要的东西放在前面。我下个月会出发到非洲去，我真的觉得那是我的一个愿望，如果我不抓紧去实现它的话，我会越来越老，身体也会慢慢的有更多的问题，眼睛不再那样明亮，看不了非洲的动物，也许我的思维就不会那么敏捷，对于那样灿烂的文化和悠远的历史，我理解起来记忆起来可能就会有困难，然后还要翻山越岭，万一自己跑不动被狮子追上了，是不是也有点危险。所以如果你有愿望，如果你真的还有力量去实行它，我觉得我一定要即刻就出发去完成自己的愿望，让自己更少的遗憾。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年轻是多么的好啊，但是请你们记得，
记得有很多的东西，当你不懂的时候，你年轻；当你懂得了以后，你已年老。那么，让我们的理想不要变成化石，让我们现在就行动起来，去实践我们的理想，让我们的人生少受遗憾。谢谢大家。谢谢魏老师。谢谢你，谢谢你。看看，作家讲话就是不一样。刚才我们在听您演讲的时候，我还跟同事说，我说把您的刚才这个演讲实录下来，然后加上标点符号，几乎不用改动一个字，就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文章。那谢谢你表扬我，我还是挺高兴的，不然我还挺紧张的呢。那你现在说还行，我特别开心。很多年轻人在您演讲的过程中也通过小纸条给您提了一些问题。哦，这个观众也挺坏的，他说心理咨询师是不是很容易能看穿别人在想什么？您能知道此刻主持人在想什么吗？那个心理医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对啊，心理医生又不是特异功能。真正的心理医生是什么样的？当您跟您的这个心理病人在一块儿的时候，您是什么状态？我真的是80%-90%的时间是在倾听。所以有的人会说，哎呀，你看我交了钱到这儿，我说了一堆话，然后我走了，钱你留下了。他们觉得特别亏得慌哈，啊，觉得好像交了钱应该是过来听您告诉我应该怎么解决心理问题，结果变成他说了半天。没有，好多人在说，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啊，嗯，其实有一些话真找不着人说呀。比如说一个男子汉，他就想哭泣，他跟我说，偌大的北京城，你说我到哪里去哭？他说我掉眼泪，在单位里人家会说我不坚强，在家里说你是家里的这个顶梁柱，对啊，说一些朋友们一天都觉得我挺成功的。他说可是我心里真的想哭啊。然后我就说您可以在这里哭。他真哭了吗？真哭了，放声痛哭。我才知道那声音真是特别大。您办公室在哪儿？今天下了班我也想去哭一下。想起一首歌，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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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唱的还挺好。今天在我们现场还有八位青年代表，他们听了您的演讲之后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就一位一位的解决一下他们的心理问题。哦，非常愿意和你们交流。哪位先来？先哭。毕淑敏老师好，我就不管您叫毕老师了，因为一叫毕老师我总会想起毕福剑老师。有人还叫我毕老。我们都知道您和莫言、严歌苓还有刘震云，你们几个人呢当初在鲁迅文学院的作家研究生班都是同学，同班同学，所以呢我把您几个人的作品的风格呀稍稍总结了一下。莫言寒香行，红高粱，魔幻现实最在行，严歌苓十三钗有担当，让人哭得泪汪汪，刘震云官单位写官场，人性弱点无处藏，您昆仑伤，红处方，直面死亡让人慌。可以，刘硕今年多大了？我23。23就敢总结诺贝尔文学奖的写作风格，在前辈面前算是班门弄斧。你是不是喜欢写作？对对对，我喜欢写作。你有没有想过刚才那首打油诗很可能让你以后在写作这个圈子里根本混不下去？有毕老师支持我。我相信不会有人为难我的。您觉得他总结的有道理吗？刚才这四位的写作风格。我特别佩服他。还真过奖了。把这个底儿探得那么清楚哈，而且还合辙押韵，真是挺好。就是根据我刚才那四句话吧，我们还不妨换一个说法。莫言的书没想象力的人别看，严歌苓的书没心理承受能力的人别看。你继续把自己推向深渊吧，你就。刘震云的书什么人别看？刘震云的书没深度的人别看。嗯，您的书没年龄的人别看。
因为年龄的人别看。对，因为我听说有一种说法，说什么呢？这个16岁以下的人呀、啊，不太适合看毕淑敏老师的书，因为什么呢？毕淑敏老师的书啊，都是一些有关于死亡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特别有深度的内容。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16岁以下的人适合读谁的书？比方说一个叫刘树的人，就是我写的《麻辣近代史》。你的写作生涯到头了，我告诉你。你刚弄了半天，16岁以下的适合读你的书，不适合读毕淑敏老师的书。这个说法我不知道出处在哪啊，但是如果有人问您这样的说法，因为您的书可能更多的直面死亡啊、人生啊这样一些可能相对沉重的话题，16岁以下的孩子能看吗？每一个人的承受力不一样。如果是我小时候哈，我想我会看，但是可能有一些觉得特别世界温暖，到处都是一这个玫瑰花啊，或者是可能还不太想接触这么沉重话题的，对啊，想到这次了，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我觉得不用读。刚才听了您的话，觉得每个年轻人他在这个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啊，应该有三个层次：看清人生，看透人生，不看破人生。读万卷书，读好书，则是这一切的开始。所以我觉得，只要是好书，无论是什么年龄的人都适合看。比如说您的书，谢谢您。我第一次看见一个如此决绝的给自己挖坑的人。但是我跟您介绍一下，这个刘树啊，我们的青年代表。现在别看年轻，20刚出头。但是也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了啊，对，而且写作风格非常麻辣，概括力我觉得都是很令人钦佩的。喜欢写历史，写的书叫什么《麻辣近代史》，对。但是我建议真正想学历史的同学不要读那个书，这个有一些误导。开玩笑，他是用另外一种眼光在表达他的态度。来，下一位。小撒师兄您好，毕老师您好，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我刚刚对刘树的他的那个四联小达刘诗非常的感兴趣，但是我还是不同意他刚刚说的那个16岁以下的孩子不适合读毕老师的书这句话，因为我自己其实就是一个活着的例子，我是13、14岁的时候读的您的一本书，一篇文章，名叫《孩子，我为什么打你》。因为我母亲其实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也比较强势，她对我的要求特别严，每天就是很严厉地督促我练琴，而且经常由于对我的成绩不满意，常常训导我。我当时其实很不理解，我不明白为什么她对我那么凶，我觉得她并不爱我。所以当时读到您的文章的时候，您一位母亲的一个姿态，对自己的孩子娓娓道来，一位母亲在她严格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怎样去关切子女的心，我当时特别有感触。我非常记得您当时的一句话，您说：孩子，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每次打你之后，我的疼痛要比你身长悠长得多。我当时就是想到了很多之前的一些事情，一些回忆，就比如每天早上上学的时候，一打开书包就看到我母亲为我准备的热乎乎的早餐。所以我想母女之间的沟通其实是有的时候非常需要外界的力量去触动去启发的，也非常需要彼此之间的这种努力。那么您作为一个女儿，同时又是一位母亲，我想问您的就是您在母亲和孩子之间的沟通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感触？您能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吗？我刚才特别听到你这个问题，我特别想问的是，您写的那篇文章中的是真实的事吗？您打过孩子？那个我真的是打过他一两次，我那个借这个机会哈、我那个特别像一个是向我的孩子道歉吧，因为我觉得还是家庭暴力啊。那个您这个不算什么，我建议啊，您得给像我父亲这样的写一篇文章，叫《孩子，我为什么老打你》。您打过一两次这个吧，这跟家庭暴力没有任何关系。我这两年已经跟所有的选本说不要选这篇文章了，因为那个尽管母亲或者父亲有自己的理由哈，然而对一个幼小的孩子，我觉得这样打还是有问题的，仍然还是有问题。是的，是的，我就已经谢辞了，可能有几十次的选本要这个啊，特别是我看到过一个家长哦，一个孩子给我写说他爸爸每次打完他之后让他把这念一遍，这才叫家庭暴力。打完了还不行，还得念给我念这篇文章，孩子我为什么老打你。对，还是不要打。
那您作为一个女儿，同时也是一个母亲，您认为在一个家里，父母和子女之间相对于完美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哦，我会觉得就是我喜欢的一个这个关系啊，就是我们可以坦诚的交流，但是我并不能干涉你的行动，因为他成年以后哈，那个他是有自己的选择的。我有的时候会说，哎，我现在跟你讲我的这个观点，而且有多么强烈呢？我说如果分从一到十，我现在已经强烈到九分了，我已经没有办法更强烈了。但是你依然是有自由的，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来做决定。嗯，实际上最好的办法还是做朋友。是的，能够沟通的朋友。是，不管是跟父母，包括你跟你妈妈，或者是未来你要有了孩子之后，作为一个母亲，你跟你的孩子。对，小撒，我觉得你说的对，在这个上面首先要这个率先垂范的，我觉得应该是家长，就你要尊重另外一个与你不同的生命。嗯，所以父母可能首先要迈出第一步。是，谢谢毕老师。现在跟妈妈的关系怎么样？我现在跟我妈妈关系非常好，我们无话不谈。无话不谈，那就太好。谢谢小撒师兄，谢谢毕老师。刚才他描述他的那个经历的时候，我脑海中也出现了非常温馨的画面。上学，一打开书包，发现里面是热乎乎的早餐，书都没了。妈妈忘了把书给你放进来，于是你就拿着早餐上了一上午的课。铁铮。其实我应该叫您毕师姐，我之所以北师大的哈，没有，我跟小撒师兄是同校，北大的，对，但是我叫您师姐呢，是因为我在小时候呢，我七八岁的时候也在报纸上发过一些小豆腐块儿，哦，然后因为这个呢，我当时也是鲁迅文学院少年作家班的成员，哦，对，但是不同的是呢，我当时很贪玩，然后写作要天天看大量的书，然后要练习，我就没有坚持下去。所以我知道文学创作是一个特别艰难的过程。我知道您在创作《花冠病毒》的时候，手指集体造反，说每个键鞘都在疼痛，电脑键盘上的每一格好像都变成了某种非常尖锐的野草种子。当您敲下去的时候，食指关节连同你的双腕一起疼痛。可以说您的作品都是您的心血。但是现在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经过数据统计啊，中国是一个出版大国，可是我们不是一个阅读大国。比如说越来越多的人，他们更倾向于从网络上看看东西，微博这么流行，可是篇幅只有140个字，长篇作品好像关注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对年轻人来说，坐下来安安静静看会儿书好像挺难的，所以我就想问毕师姐，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呢？现在年轻人的压力真是特别大，生活节奏非常的快，像在地铁啊，像在一些交通工具上面的那种碎片化的阅读呢，很难使我们的心沉静下来，特别是那种对于历史啊，对于文化呀，那些更深层次的探讨是没有办法在那种一个非常喧嚣的环境之下完成的，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我个人觉得希望你不要放弃阅读的习惯，请在心里留一块地方，留下一块洁净而神圣的地方，因为它对我们内心的那种完成，对于你一生的幸福，它是一定有用的。请记得自己对于阅读的留念，请一定找时间去完成这样一个理想。谢谢。下一位，毕老师您好。您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也是一个临终关怀志愿者。哦，我接触临终关怀事业是在2011年，也就是我1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接触，然后我看过您的预约死亡的一些文章，也看过您的一些其他的书籍，包括今天听到您讲这些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我记得我第一个服务过的老人，他已经去世了，然后他姓王，照片上的这位是我的第二位老人了，也是现在我正在服务的老人。
我觉得让我对临终关怀这项事业特别有感触的是有一次，那次我是没有按照他们约定的时间去看他，然后我当时去晚了，然后我就看见走廊尽头那个老奶奶，她平时都是不坐轮椅的，每次去她都是躺在那儿，然后她是有小脑萎缩，所以我每次跟她说话的时候，我都说我叫什么名字，我今年多大，我来陪您说话，她每次都要再问我一遍，我每次就再说一遍。但是那次因为我去晚了，我看见走廊尽头她戴着一个小红帽坐在特别远的地方，我说奶奶您怎么今天坐在这儿啊，她一句话就把我说懵了，她说你怎么才来呀？当时我就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我说您吃点什么，我给您包橘子。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对一个人这么的重要，我觉得可能我来看老人，我有时间就去，我没有时间就算了吧。我从那次之后我知道，原来我对一个人是有责任的，我们彼此是有依赖的。但是我觉得也是令我遗憾的是，等我再去的时候那个床已经空了，然后我当时我问那个护工，我说奶奶去哪儿了，我说怎么就空了特别干净的一个床，然后他说奶奶已经走了。我特别清楚他是9点钟走的，我是10点钟去的，就晚了那么一个小时。所以我现在在服务这个老人，他非常的乐观开朗，可是我也特别的害怕，我怕有一天这个生命离我远去的时候我会受不了。因为我特别清楚地记得那个奶奶走了的时候，我从松堂临终关怀医院到我们学校，我就走的那一段路我一直哭，因为我没有人可以说，没有人会知道我的一个老人这些故事。所以我今天听您说话，我特别想问您一下，就是我现在正在服务这位老人，我以后如果他有一天离我远去的时候，我应该怎么能更好地平复我的情绪？听了你的故事特别感动，我可以想到你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在那个生命即将远行的时候，你的那种陪伴让他感觉到的那种渴望和温暖，这就是你的价值了。但是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说，我们要接受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你慢慢的会在这一次一次的陪伴和分离当中变得更为开放，更为豁达起来，这是一个过程，我相信你可以慢慢的走过去，好吗？好，谢谢您，谢谢，我会平复好我的情绪，然后变得内心更强大，坚持下去。好的好的，太好了，祝福你啊。谢谢。好，我突然想起法国有一个童话叫小王子。哦，小王子，这个小王子里面说，他说当你拥有了一朵玫瑰花的时候，你便对他有了责任，他就变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朵玫瑰花，因为你的爱让他变得独一无二。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同样因为你的出现，你也成为了这些老人生命里那朵独一无二的花，而且你这朵花照亮的是这个老人生命最后的温暖的旅程。谢谢你。小撒老师好，毕老师好。毕老师，很多人都说别给人生留遗憾，但是我却觉得遗憾这个东西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我觉得它是人生的一种必需品。有的时候有些遗憾我们没必要急着去弥补它，留着它放在那儿，说不定哪天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就有过一个这样的经历，高考的时候一心想考北京的大学，但是当时我与北京的大学失之交臂，我去了上海，我就特别遗憾特别难受，甚至我都想回去复读。4年之后，在我即将离开上海的时候，我真的很难受，我觉得我已经深深爱上了上海这座城市。我在问自己，当年那个遗憾还是遗憾吗？我告诉自己，我一点都不遗憾，我一点都不后悔，我非常感谢上海4年给我带来的一切。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遗憾这个东西留着它不是也挺好吗？
我很同意你的观点，是，如果你自己不觉得是遗憾，真的不必去弥补它。就别用别人的看法来代替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最真实的想法，挺好的。但是除了你说的这种遗憾，慢慢的随着时间转化为了你的一种接受，甚至是你的一种庆幸，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在你目前的生命历程当中，有没有发生过直到今天为止你仍然觉得我怎么当初没那样的事情，有吗？有很多，但是很多事情过去了，真的就是过去了，你也不会再去弥补它。是一张单程票，我想去弥补它，但是我没有那个能力。如果未来有机会放在你面前，说你现在可以去弥补你过去的一个遗憾了，比如说过去没好好学英语，现在突然有一年的时间，哎，我什么也不用干了，工作也丢了，然后突然闲下来了，但是恰好可以弥补我过去没有努力的这样的一个遗憾，你会吗？嗯，我觉得算了，这一年既然空下来，我再去干些新鲜的事，过去的事就算了，甭想。对，我觉得我可能会这样。所以你看，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总是活在过去中，总是活在回忆里，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会，如果有这个时间的话，我可能会尝试做不同的更新鲜的事物。这是一个认定了说遗憾不用弥补的年轻人。对对对，也挺好的，真的也挺好的。是他的心理健康吗？我觉得心理挺健康的。这其实对待遗憾可以有不同的态度。是的是的。嗯，但是我记得您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有很多时候幸福像一匹金色的高头大马拉着一架金色的马车，但是很多人却只是在最后从地上捡起那几根从马身上掉下来的金色的鬃毛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他真的在我面前经历过，他真的从我面前跑过。可是当你捡起那根鬃毛的时候，他已经无影无踪了。如果是这样的遗憾，你怎么办？扔了它，再等下一匹马，还是你会去追？我可能去会去追吧。所以人生可能还是有一些遗憾是让你永远无法平复的，对，有一些遗憾慢慢消失了，是，但是消失的那些，它真能消失的话，我觉得它可能就不真的不是遗憾，而有一些无论你隔了多少年回过头想，仍然觉得我想，那可能是真正的遗憾。好，谢谢，谢谢李老师，谢谢。这几天在单位工作的时候，单位有个同事不知道从哪儿学的，说要看给大家看手相，很多人就说来帮我看看，啊，一本正经的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过去怎么样，未来怎么样。轮到我的时候，我说不给你看。因为我不想知道我未来是什么样子。你要知道了未来是什么样子，你还过什么呢？就像一部电影，你刚看开头的时候你就知道结局是什么，这个电影看得多无味。所以我不让他看。当然除了这个原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听一个人说过，他说我不相信掌纹能带给我什么讯息，但是我相信手掌和手指加起来的力量能改变我的命运。说这句话的人就是毕淑敏老师。再一次用热烈掌声感谢毕淑敏老师精彩开讲，谢谢。谢谢毕老师，谢谢。谢谢谢谢，你主持的非常好。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场演讲。给我机会去